好吧，麻煮的哈，把丝下来，丝下来，啊，没，对，下来应该硬攻了，硬攻了，他现在硬攻你，好意思，你江面你江要把丝一下不就妥了？你咋了？你不能下丝，你还吃过去了？你抓头一江面，你非在这，今天有你也没有你的奖金的，这天天啊瞧，你这个缺气了，这汗都不出来啊！啊，这水稻这月月没奖金。他快到他离开老乡离不开呀、啊！你能吃死人吗？你抓的一家，又要是下死，下死的有这个有事，你能算多少？你看，你能算？我下个死，你抓的一家嘞，不是抓的一家，再一下死的，下死没用，那能行是吧？对了，下死他给你，一股你妈的肚子又上去了，是不是那道理？早一家下来，那没有事了。要俺弄吧，你这个不吵吵。那没有事了，连来又不搞。如果说你们吵吵不蒙古，本来也走了，就要弄。又有大了。嗯，下了个一家硬货。硬货就是强，这边强。长得响了就错了。大了，我不想了吧？是不是可以给他想？死了一年空军儿响。你看，这边一家，这边表闹的。吃我的猪了呀！吃呗，猪呗。他的猪吃，你都杀那个；他死吃，你杀那个。那我找他不吃，他那啥来着？这个猪是肯定要死了。猪是死，吃那个是。吃死给他扛了。扛了将军。他跑。找将军那。打了给他。我知道，你点点。打了还是不合适。打了是不是？那都。但是这个吃还是得吃。姜的，姜能进来了。他哪就是大的姜，他不姜我吃了姜。我那就是给咱们家那个一号一号。哎，不姜，姜那叫他吃的。哎，咋鸡巴突然想起个坐骑了？你瞧呀，真鸡巴这鸡走了。你打仗打回去，发现了。我都刚才都没有看着，我日的哥们。这个拉回去，这个是。没想走想，那我啥也没摸着了，我没想走想，没想走想，我啥也没摸着，你别要不不认了，又不认了，哎呀，又不认了，你都连个桌都不敢认，我啥都没有摸着了啊，这不连个桌也不敢承认了，我鸡巴说能挪回中，连个桌也不敢承认了，哎呀，你该是啥是啥，我也没有摸着，你连个桌也不承认了你，啊，连个桌也不承认了，是不是？连个桌都不敢承认了。摸马走马，哎呀，你要不承认，要不承认，我肯定摸马走马，要不承认呢，我肯定摸马，要不承认呢，要不承认呢，讲你嘞，讲你嘞，讲我拉丢了，靠，这讲我，哎呀，真鸡巴，这丢个跑，真鸡巴恶心。刚才为啥不直接传了嘞？啊？我打一枪，你为啥不直接传了嘞？传了都，将军跑了。他跑了，你先踹一个的。将军跑，一将军跑，把中间把他给你杀了。杀了你等于也不连不住你了。他连无所谓啊，鸡巴连怕啥？连我下来，吃他都不在这儿，连不住了。我咱搁这，到完这个地方就走，我又不跑就多了。真连不住，以后就连不住。他不管他走哪，回来不好。听了吧？不敢听。嗯？不敢听。咋不敢听？给你三年的编住，你这光脚守着，给你啥？那你是咋的？你抢一些是不是？这咋能？警局多少？警局不是也吃了？你抢一些是不是？有啥巧的？这有啥巧的？必须得拼，不拼鸡巴的，不拼这西路啊，鸡巴太难了。咱不为太局不是鸡巴西路他不妥了？你吃你还能撑死？啥编住啊？他点的时候你能找菜？拼不中。
有放鱼的，他爬的，就上鱼上鱼呗。你把虾子吃了，吃了马上马上放了。那你这个没根吃住啊？这个没根没根了，反正没根，他吃了以后，我吸着他也没根。那不吃你那个嘛？他不吃我，他咋不吃我？上个下个香吧，给你把香给登了。下个香，他都没讲了吧？他下香好过那样的，这几个。他一吃撒过来了，啥？啊？先把这个供起，供起，让他都供起，吃就饱了。供的供的，别就。你鱼也能吃饱吗？这个摔的都挣不回来了。啊，管的，你这回来给他鱼吃多了。我始终是。老家不行了。这一下给他取消了。我始终是，没有没得讲。打不起呀。打不起就不打。你说对不对，老陆？甩你的肉，老有个人甩你。把老姜调整下来，真的还有块公粮，还有公粮，桌都干成了，赶紧进来。我靠，一吃还吃着吃了，一吃了，吃吃将军。这事情一块就了，你把扯烂了。这你都啃地跑，你都啃的。这事情走漏了，这马我还是没觉得，我还是他。你不能叫他啊，他给他那个啥了，我走了他慌了，他不慌了，我把马再一引，再一引，他四个丢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再给他吃死。这去走了不稀了，不给他走能稀吗？嗯，走的稀了。他是空粮，人家一下老江南。做二十四家务，当然做二十四家务。退一步真好，哎，退一步真好，退两步，退一步，看着病毒也下来。哎，不过是吃死。我外老家，往里头就喝喝酒吧。好喝呀，就是供兵的气，供呗，给他供呗，供一直追着他车都脱了呗。我是，到四个月再看你，你就在我四个月才做的。这个去四乡中，我都没去。那肯定不会叫他单装，来吧。对，不能去。那老就不会叫他单装，我叫他单装不中啊。我下来了，你说了，公下去，去公下去了，公心了。公心儿，瞧地里，我不管。是不那的？是吧？
搁这没有房，就咋走嘞？就搁这没有房，就江都上不着了，机械工就行了。我这一摔子都没法弄了。你机械工一工也是一样工钱了嘛？我现在机械工似的了，我这多好，刚才就是一样。钱还比他厉害，这都弄了，这比难的。你搁那有啥用？真精，我这人要看错了，真精，是了这气的。就不难，我都把你的奶奶都崩着了。哎呀，我走错了，我鸡巴我要。不难还打双狙，跟那高兴的自然带呢，结果双狙没打成，要丢多丢个。